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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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所带来的短暂的欢愉呢，而流连忘返。
西呢，或者遥不可及的东西呢，其实我们不必强求呢，只要能够呢滋养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健康就可以了啊。所以呢，对于吃要不要太执着？不需要哈。补呢，不是只有补在身体，我们会四大要分散，那还有我们的心室的惶恐不舍。那我们为什么说要去助念呢？就是说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室要离开的时候呢，他其实是会不知道何去何从。读书会呢，让我华喜充满，还有呢，慧命增长啊，我要非常。这次的水忏，所以有这次的应用，因为我之前都是在 VCC 上课，那就是因为这空档的时候，所以很有因缘能参加这一次的读书会。嗯，那上滑雪去洗涤心中的污垢，就是烦恼积得越多，就是垢就是很多，所以要用滑雪去洗净心中的一切烦恼。对，谢谢感恩。好，感恩。就像我们的爱雪师姐也好了，其实呢，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横命，但是要把它视为是垫脚石还是绊脚石呢？我们自己来做一个主人，做决定啊。天欲服人，便以为祸景之啊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只要转个心境，勇敢的去面对，未尝不是一个逆增上缘的好时机啊。一起，我今一一须忏悔，忏悔无时。水忏绝对不是表演，你不要把它当作是表演，要演出上舞台。没有入京场是不要去表演的，上人在乎的是会命，对不对？你假使把水忏当作是上台的一个表演，一个秀，那是没有会命，那只会大无明需要。大智慧，实际在加拿大路要走是需要靠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上人说不能少每一个人，人不可以小看自己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。